乘客，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261线。本班车将由上水天庭开往山城。今后将有讲话，请示各位乘客落车。祝各位旅途愉快。下一站是天庭山花园楼。The next stop is 315 Union Station. 下一站是中贤村中贤楼。下一站是龙山花园。The next stop is龙峰花园，下一站是龙峰花园。
是闽南大学。Thank you.